我们跟去年相比，比去年的产品更加丰富了。去年我们带到消博会上的100%都是我们的功能性的护肤品和食品，但是今年你看啊，我们今年带了29个品牌的200多种产品来到现场。我们现在站的这两个展位，这个是我们的原材料，这个是我们的医疗器械。我们这两个产品虽然不是消费品，但是它和我们的所有消费品其实是一脉相承的。这个水是去年在消博会上第一次亮相的产品，去年这个水大家还都觉得很新鲜，说怎么还有玻尿酸的水呢，是没想到它还可以饮用。对，但是你看今年这个已经变成了我们消博会的指定用水啊，就是这个品其实是完全是在我们消博会上亮相成长起来，我觉得它跟消博会的这个渊源特别深。第一届消博会带来了很多，这一届消博会我们又看到了新品，对于下一届消博会您肯定会来对吧？明年不但要来，而且我们要去国际馆，我们要去5号馆，我们要去拿到一个更大的面积，体现出国货精品的实力。